因为哈，这个我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尼哥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直是一个关键点，那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答案，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答案。那因为在这里面出现三个，日在使徒行传我们要讲那个知识，那个跟这个不一样。对，所以那个只是时间差很多。当时有，就是后来的学者啊，一辈子的时间去追究这个人，去追查，包括他对考古是不是？对，包括历史的考古，因为他要找那个原始的资料，他就说那个故事你要找这个原始的文献啊，历史的，然后跟这个有关的哈，就是教会的这个第一手资料，那有人找了一辈子就找不到他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尼哥啊，这个尼哥一党人，同心，对，他就说有人下了功夫，但是对，没有结果，就变成说，我现在今天可能忘了带那一份资料了，就是说我上次有弄一篇文章在烂上面，就像我就是打上去那个研究的是我们当代的专门研究启示录的，那他是会希腊文，他也会看很多的英文原文去找资料，结果他找到资料说，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结论，尼格拉这个人啊是。可以用在尼格拉一党人，因为他出来的地方不一样，因为这启示录出现两次，使徒行传出现一次，对对对，那就是说你用在启示录一党人，使徒行传只有出现名字，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又有人花了一辈子时间去把它，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有可能你使徒行传那个尼哥啦，他爸爸妈妈跟他取尼哥啦，如果是他爸爸妈妈，也有他的用处，就像就是这个、那个什么一样的。哎，没有，因为哈、你要讲说在使徒行传出现，他是指那一个人，所以那个人已经有初代的教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就说你不要讲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差异。才发现，对，他已经发现，而且早就是教父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们证实一点说，这个人没有问题，这个人当执事，他做很多好事，对，他不会是被批评为跟那个巴郎放在一起的那一种，跟假先知放在一起的，那很烂的，或者是很有问题，那不是，对，已经可以证实这一点，已经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变成说，哦，啊，有人也是。有专门去研究，还耗费心力，还对，但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啊，找不到，所以变成说对尼格拉一党人呢，就变成历史上你没办法去解释，造成后面对没办法去解释，对，你要说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后面有一群人跟着，那很好解释嘛，就是那一群，国民党，民主党，那所以那个那一本我们国内的这方面的专家，他就说历史。没有办法告诉我，所以他就从字面上。另外一个解决方式是，你刚刚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既然历史都没办法告诉我们什么，而且已经有人做很深的研究了，都没有答案。所以唯一的答案就是从文字上，然后文字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字的含义就是胜过百训，胜过百训。所以我们想说，为什么他是说是胜过百姓？然后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很好，这、就是可取的。然后你还有可取的一点，特别把它提起来。我跟你讲哈、圣经只要是提出来的，一定不是小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吧？哈，换句话说，你看你启示录。只有两个 chapter 在谈到将来的教会，他不只谈当时的教会，有一些是谈当时，但是他事实上大部分你用当时，很多人解释不通啊。因为它是预言书嘛，预言书的话，事实上你当时是不会理解的，或者是你用当时都是在讲当时的事情，这个解释都有问题。好，那现在我们经过两天。
降分率当一道在那里，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我们再把它提出来的时候呢，你如果是从一个教会历史观点看哈，以护守教会好最早出现，那到那个别加摩第三个，那因为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二个很容易解释，第二个是什么？受苦嘛，自美男嘛，受苦十天，那十天已经在。当时第五世纪、第六世纪，对对，那个第五世纪、第六世纪已经有主教来做解释了，就说哦，那个十天呢，就是被逼迫，被罗马皇帝逼迫，有十个皇帝，一共250年。这个解释很合理，很合理，很合理。所以光是十天，在神的眼中看来。一天就一千年，对，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一日如千年呢、那何况你说你这个是十日，那250年，受苦，然后有一些人就殉道，你被压迫了，然后到了地上的教会大转变，哎，你结婚了，什么结婚啊？那个别家嘛，就是结婚快乐啊。那可不可以解释哈？因为如果照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十日等于一千年，对不对？但是它是针对受苦，那会不会？我不晓得有没有研究整个2000年的历史里面，是不是有一千年左右都在受苦？我不晓得这样的解，没有、啊，那也不符合啊。但是我没有很深的研究教会历史那个逼迫的那个部分。对啊，当然你说每个圣经里面有讲到，我现在记不得，它里面有讲到，有的是指一千年，有的不是一千年。对对对，没有了。我是说，如果以这个 角度来讲，对啊，以这个角度，可以去试看看，看看那个逼迫在2000年历史里面是不是超过占1000年。嗯，那我跟你讲，可以这样研究。千年哈，2000年就差不多。或许以后没有，或许以后有人会这样研究。对对对。那换掉说，你要这样换算，他又发现不符合嘛？对对对。一日如千年，现在才2000年，还是2000。这还没结束啊，你要学这个变革。但是我觉得第三个教会出来了，第三个教会是结婚快乐，然后又偏偏说他，你这个不是一日如千年，我说错了，一日如千年，十日的话就是一万年了嘛，我讲错了，那是以后的，你要这样解释，他就。根本就还没完没了，而且还有一个照那个没有，我刚才解释错了，是他来的时候像就是说像贼一样，他绝对不会让你知道，主耶稣自己也讲说，我也不知道，对啊，什么时候的，对不对？我意思说那种解释又会变成，所以不要把它拘泥在又不符合，不要把它拘泥在一定要去研究那个东西了。对，所以我们解释就是要符合嘛，我很强调嘛，就说你要能够。让大家说，哎，这个解释是有道理、有通，前后对照。对，我们现在查经好，对这个经文来讲，一定要上下文，跟上下文对。他这个会不会是说越近历史越久，越能够有一个轮廓来解释这个尼哥拉？越少越，当然当代那时候就很难去不会理解它是什么东西，你都知道说它是不好的，那到底它是什么？对，就没有答案了。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现在说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提出来，因为我身上是有答案。如果我没有办法提供个比较好的答案，我干脆不谈这个问题，我干嘛谈这个我最终的答案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哈？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那刚好就说好，就有关那个尼哥拉，那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话说，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那第三个呢叫别加摩，然后他们的焦点呢就是刚好就在尼哥拉上，就有一个焦点嘛，那有一个焦点，而且是说这个第一个是你恨恶尼哥拉是对的，你要恨恶他，那说起来要恨恶的话。代表这个问题也不小。对，我们要恨主所恨恶的，是对，换句话说，我们要爱主所爱的，要恨主所恨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来称赞他啊、那当然话，那另外那个第三个就被骂了，就是你照样服从啊他们的教训。我就骂他嘛，骂他前面是巴兰，然后不但是一个正一个负，你受巴兰的这个假先知的影响，你还受尼哥拉一党人的影响，然后服从他们。
那这是严重的错误。所以 一对一错，好，那我们就要从那你要一个合理的推论。那第一个教会群跟第三个教会群，我们用群体好了，那一定有一个冲突嘛。我推论很简单嘛，就是一定有冲突，然后差异在，哎，然后重大差异，然后就分裂，虽然这是分裂，它会变成说本来是只有一个，那因为第二个我解释说它是跟第一个把它 cover 过去，第二个 cover 过去，因为第二个是只有谈到它的重，啊，而且它能够分辨异端，但我们看初代教会的 OK， 第一个教会也有分辨异端。那到第二个又分辨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自称为是犹太人，其实是撒旦尼罗。那这个早期初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差一点把基督教哈就是消灭，哎，把它模糊化了，或者把你就走歪了，就是割了，这是要弄，对，要割离，而且是本来是犹太人，啊不。自称是犹太人，那我这个部分我就从初代一大堆的这异端啊，很多异端，我找一个最大的，果然就找到了，因为那个异端叫 Gnosti 这个异端呢，是当时影响最大，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著作，哦，有人赐经，因为他说耶稣肉体是幻影，对，他把它讲成是幻影，对，那问题是这一派，我们现在把它称为是 Gnosti， 原来他的来源呢？卡巴拉，这是卡巴拉是犹太教的犹太历史上面的一个专门在做这种 magic 做巫术的，哦，做巫术的。那时候就是在那个中新旧约中间四百年，那时候没有对，可能还更早，可能还更早，但是就是说那个来源呢？哦 ，OK， 那底的来源我们找到就是卡巴拉秘术。这个你要有兴趣，你现在有人说跟共济会有关系啊，对，跟后来共济会的始祖有引用，共济会的老祖宗，因为那个罗斯柴尔德可能有，对啊对啊，有关的没有错，反正你可以找到这个线索的话，他就跟共济会有关，罗斯柴尔德都有，哎对，看到了，那个部分是有关的，好，然后这一群在当时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影响教育那么大？因为他制造假的经典出来，假的著作出来，哦，那这个混进来之后，那我要出来。你当时教会如果没有赶快搞清楚说，哦，这个是我们不承认的经典啊，然后伪经加才十几本呢，伪经后来是这一种次经，后来天主包括次经天主教也引用，有的认为有问题，有当时教会有错误有问题，所以把它抓出来，然后。编一个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新约的正经正典，这个动作是这样来的哈。好，那我们会说了哈，那这个第二个是被第一个教卡了的，就是他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他是受，是，然后他知道那个大的异端，所以当时教会的确有出，而第一个跟第二个本身是联系，因为他没有产生一个。争论还没有被，对，他是一个延续而已，只不过是特别把那个第二个次美啊特别标出来说这一群是受苦殉道，的确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啊，那这个部分受苦殉道之后，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变成国教了，你就不会被破坏的，不会有殉道的事情啊，不会啊。所以才后来的修道院，我不是在那个群组写修道院吗？就是修道院他们是主张哈，要过圣洁生活。后来他们不屑那些以国政治联合，就是成为国教。那后来修道院自己哈，也变出一些很奇怪的，包括我在群组上面写的是说，把那个什么一种物体把眼皮睁开，为了要警醒。那另外一种修道士哈，他们就住在那个屋柱顶上，以前他们不是都有那个柱子。那住到过世，他们是认为那样比较接近神。好，那我说周平那个情况哈，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可能恨恶目前教会的世俗，所以他提出那个什么那个反对
反对圣诞节那个的时候就有一点走向那个意思，跟那个我讲的Mormon叫做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影。那聚会所召会早期是说，你们这些一般的教会都是巴比伦，都已经以世俗堕落，所以你们要来就要来我们教会最圣洁的教会。好，你去那一般的教会，包括雷武教会都是堕落，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他们就是把整个一般的教会打成都是魔鬼的。这个没有开玩，牧师开玩笑。周平问你们现在对对对，哎，有一点这个那个我们群主我们三个知道，但是那个赖牧师不知道，所以哈，我不知道很多这样的。那我现在回到说那个关键点嘛，就是好，那他有争论，那就有分裂。嗯，啊，争论如果他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就分裂、啊，所以你会说，那教会事实上整个教会历史有三次大分裂，第一次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人，尼格拉一党人，所以就告诉你说，尼格拉一党人是关乎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因为一个反对，一个赞成，一个反对，一个赞成，所以这里面的点就是说，为什么要说成七个教会？因为说这个教会不是就一个就好了吗？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那问题是不是那么简单嘛？啊，按照说，都是教会，但是却在一些重大论上面有争论的话，啊，而这个问题我跟告诉各位啊，到目前都还没解决，为什么还没解决？我就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那这些神学上的问题，可能你受到神学教育，对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彻底解决。我问这样的，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位格？什么叫位格呢？三位一体，就三个位格，合成一体，单位。上不上？我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人，你也是。他也是，所以我们三个一起去吃饭，到餐厅人家问几位啊？三位嘛，那就有三个位格嘛，三个人来吃饭嘛。你进餐厅，他一定问你有几位嘛，对不对？就说你有几个位格，很简单，你要讲位格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跟我们观念就这样子啊，啊，这边一共几位啊？几位来参加啊？啊，算一算，都很清楚吧？对不对？好。那我就要问说，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位格？因为很多神学家都承认说，耶稣基督有人的本性。我听过的那个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人，对，应该有百分之百的什么？要百分之百的神。我听过这样的讲，是百分之百的神，因为他是大，这个没有问题。大。与神同在，太初有道，道是不是一个位格？是，道就是一个位格嘛，道与神同在嘛，神就是另外一个位格嘛，道就是神，哇，这个二位一体，当然后面再加上说圣灵也是百位一体，所以就变成三位。你又谈道跟神，只有谈到这两个的话，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二位一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换者说你看，对啊，三位一体不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嘛，没问题，因为你都不赞成这个教义，那你就不要不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嘛，那就根本就不是教会，就踢出去了嘛，摩门教就这样，我们教就不承认三位一体哈，我们根本就不会把它当作是教会，就把它踢出去。他就不会出现在他是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的一个。那你说摩门教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有。摩门教在圣经里面出现在哪？自称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讲对，又是有一个自称是犹太人，出现在那个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的那个时期，因为越到后面发展的，就是越后面会出现一些不同。七个嘛，我们现在说了第三个嘛，那
第四个是罗马天主教都还没讲到，还没讲到啊，因为罗马天主教被承认的话，大概是要到第五世纪或第六世纪，第五世纪末的样子，第一任教皇，对，中还是末王，因为已经六几年了吧？哎，那时候我记得是四百多年，那就五百年后，五百是新圣吧？五百多年，对，那五百以后才承认说有天主教的正式的承认，因为自称为教皇。之后有黑暗的一千年，对，一般是讲五千到一千五嘛，因为一五一七是那个马丁路德改革之前，一千年教皇黑暗，教会黑暗时期，中古世纪，啊，所以中古世纪教皇那个自称为教皇，那还是比较后面才有的，所以我才说第四个，啊，就是对了，对。不是，第四个叫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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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坏很坏的啊，你要去看看你起是怎么骂他，骂他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先知妇人，坏皇后，先知妇人耶洗亚哈的太太，用亚哈太太的亚王太太的耶洗来描述他，描述这个教会啊，坏皇后把以色列陷入拜偶像的罪里面的那个坏皇后耶洗别来描述这一个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有多严重，有严重，所以这个是后面我们会谈到。那我们现在焦点是在前面的三个，因为第二个被 cover 之后，第二个是算是第一个的一部分的时间，那分裂点就第一个跟第三个嘛，没错，这是第一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呢，因为赞成，好，我从这里说，来，我要让你看原点，这个，这个原点呢，历代基督教信条，历代基督教信条呢，好，那我们所熟悉的叫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比这个很早就有了。很早，那时候是为了对付三位，单纯的三位一体嘛，对不对？对，三位一体，然后也是对抗诺斯底的异端，对抗诺斯底异端，所以就产生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来，你若会念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信熊的专两个被冲走踢，那是台语啦，你熊，对，换作说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你如果会念这一段，那就知道这一段是用来对抗诺底的异端，好，那到这个产生分裂的话，就是这个叫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呢 ，OK， 来，这个是一个翻译的版本，但是我给它画红线，就是它本文就有。本文就有，来，那个你念念一下，我这里哈，这样，有上圈起来的地方，就是圈起来的地方就是一个争论。为主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同尼玛利亚所生。对，上帝的母亲耶稣基督，由上帝之母，很大的亵渎，童贞女玛利亚。换叫做把玛利亚称为什么？同上帝的之母。从我现在观点看，有点怪怪的吧？当时是当作信条，当作叫加，你看那个叫加克顿信经，位格就不一样了。位格就变化了。换叫做就是这一句话引起。争论，有一个叫 Net Dollar 的Net Dollar， 我要介绍说这个分裂之后他是被逼迫了，那是在开会里面居于劣势，居于少数，结果最后会议赞成那个占多数的，多数人数多，西归挖大饼，西归挖大饼，结果占少数的呢，就被判为异端。对，被判为异端，但他坚决反对这一句，他说：“
你同等你玛利亚就同等你玛利亚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上帝之母啊？干脆去掉嘛，或者顶多他能接受就是说基督之母，基督的母亲也还可以的，啊，基督的母亲是耶稣基督嘛？那为什么说他是上帝之母？哇，这里面这个里面大有文章，大有文章啊！所以这个玛利亚为上帝之母，在这个会议确定之后，就开始了一个玛利亚崇拜的合法的权利。一切所谓对于玛利亚崇拜的合法权利，追根溯源，追溯到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承认玛利亚是谁，上帝的母亲呢？位格都整个变了。对呀、啊，你位格就把三位一体那个圣父跟圣子把他交换了。啊，这样，而且这个说法哈、啊，事实上是很有问题。就是说，他在原文上面叫做啊、玛利亚是啊、，theotoko， 就是生下一个神的诞神者，生下一个神。那当然，你说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同意，因为他是爸。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神而已嘛。我们来解释耶稣基督的话，一定都要加上什么？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而且是这两个完全合在一起。所以我来问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有位格？如果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当然有位格，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在于说，那你是说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完整的人跟位格？如果有的话，应该说玛利亚是什么？是生了一个神跟人的结合的一个母亲。你不能只有谈说哦，玛利亚是生了一个神，不对，玛利亚生了一个神跟人合在一起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要这样讲才完整。你不能只讲哦，因为玛利亚是生了一个人，当然说生了一个人也还说得通，也还说得通啊，因为人生人，对，生得通嘛。但是这个人就很特别，他是圣灵怀孕的，啊，所以这个说法对于玛利亚生了一个人呢，说生了一个还不完整，应该说玛利亚生了一个什么？神人，这样好吗？大家知道我意思啊？好，但是问题是，他们只强调玛利亚生了一个神，生了一个神，所以等于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人的位格，顶多承认有人的本性。不是他照你这样讲的话，他讲的是上帝之母。啊，那等于位格又跳了一年，跳到对啊，就正负正差了，整个就不，那这上帝算什么呢？对啊，对不对？那整个就那个。如果现在按我们现在的普通常理，你会觉得啊哪啊呢？啊这样子，玛利亚不是比上帝还大吗？对啊，创造天地，创造天地什么？上帝的主啊，对啊，创造天地的主竟然有妈妈？那整个那个创世纪那个什么写的，那不是不是？对啊，都不对的。对啊，没错啊。所以你看这样一来的话，你要一般人马上说啊，那玛利亚岂不是比上帝还大了吗？对。那马上就产生这样疑问了。我说这样产生这样的一个直觉也是对的嘛，因为这个词本来就有问题。嗯。而这当时确实通过了。哦。通过了，会议通过了，你看白纸写黑字啊，白纸写黑字通过了。嗯。而且他这个通过是在我告诉你四五一哈。A.D. 四五一，事实上在讨论争吵的吵的要命，是在前二十年就已经吵了半天了。这是以弗所会议，四三一已经闹分裂了，然后经过二十年之后，再把它确定。用人数占多了那个部分，条件人数占多，习规划到根本就维持原来的意见，我不认错。尽管有人反对，要反对就把他判为异端，然后你赶紧赶出去。判为异端赶出去，那这些占很 story 的这些，就反对这句话的这些人呢，反对这句玛利亚是神之母的，
反对的人，他们也不服气，因为也是蛮多的一个教区啊，嗯，啊，人数蛮多的安提阿教区，对安提阿教区，对教会脱离，啊，所以这个这样一句争论，然后加上第二个争论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些赞成玛利亚是神母亲的这些，后来我就把它称为这叫什么尼格拉伊党。为什么会称他是尼格拉伊党？就他们赞成玛利亚是神的母亲，赞成耶稣基督没有人的位格，那就跟诺斯底接近。后面的发展，我会说呢，他是奠定了什么？奠定了玛利亚崇拜的基础。我到现在我都还看见我们那个天主教学校，我在学校里面看到静宁大学天主教，在墙壁上面啊，办公室的墙壁上面，玛利亚是神之母，玛利亚是天主之母，到现在都还挂，来给他们做玛利亚崇拜的合法的根据。呀，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你看，这是我们会议决定的，而且这是当时的最有名的神学家了，啊，那当然这里面他为什么这样？在这里面后面有高深的学问嘛，那这学问是有问题的。那个根，我就是要破解这一种他们所谓高深的学问，所以你就知道说，哎，这里面我必须要看很多他们写的东西，看他们写。他们现在那个什么那个新进入那个天主教堂上面不是有一个玛利亚抱着耶稣有没有？啊，现在的讲法就是说天主教因为有把太阳神的那个，哦 ，OK， 那是这那就是尼禄的母亲抱他的儿子，把他变成变那个他妈妈，他妈妈变成玛利亚，那尼禄变成耶稣。对，这个这是后来，这个是对后来是时机到的时候就把异教里面哈再把它穿凿附会啊。但是我现在是就加克顿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第一次分裂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来看的话，那因为我们就纯粹是就圣经来看的，其他的我们就先不就想不到。对，那换掉到呢，你再看啊，这个认为耶稣基督没有人的位格的话，因为你刚才电脑都没有动。哦，这样停下掉，对，现在要用电脑吗？又停了一下哈。他那个一般电脑为了保护，对不对？那停太久，它就会自动那个洗掉。那状况就这样。好，那换句话说呢？你看，当然我们现在新教哈，新教就是基督教，基督的之后的基督教不认同这一句话，对不对？啊，不认可啊，上帝之母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开会是通过了，通过这一句话，所以新教立场为什么跟天主教不一样，就起到一个啊关键点，你看啊，那新教呢，你看到这一行就小对了，基本上只认可玛利亚是耶稣在地上时候的生母，并不认可基督神性的母亲或者上帝之母，基本上新教不认同天主教的赞成，不过新教是后来才出现的，我说就当时来看就是不但是现在目前的天主教，因为当时是东正教，所以我说别讲，我就是当时东正教都比天主教还早，就延续东正教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对，换句话说那个部分，那是一虽然他们当时召开会议是罗马也参加，不过他只不过四大这个超级主教的之一而已，罗马是有参加，那四大呢就是君士坦丁是一个，亚历山大在埃及。另外一个罗马在西方一个，然后东边呢就是安提阿，所以安提阿这个部分呢
反对他那个去安提阿学派，通常反对这句话，反对玛利亚的观念。而他的代表人物就是 Nat Dolio， 而 Nat Dolio 他还没有在争论之前呢，他是被皇帝提升为君士坦丁的主教长，对，那名称叫主教长，所以当时是全教会、全基督教世界里面的四大领袖之一，而且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他地位还在罗马跟其他的上面，因为是首都嘛。皇帝 任命这个本来在安提亚当牧师的啊，然后提升他为一下提升为主教长，而且其他人看得都眼红啊。哦，那皇帝提拔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牧师，一下子给他那么高的位置，就是基督教世界里面最高的位置啊。听说君士坦丁大帝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为了显示他的权威，他就很有一点鸡婆，就是有没有基督教要开什么大公会议，包括可能也包括加克敦，还是之前那个第一次，他都会去组合，他都会比如说你们这边有问题，我会找这个主教来，我们来开什么会这样子，我听过这样的讲法。啊，可能当时候教会要凝聚也不是，可能也有可能上帝透过外邦，就是不是很真信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大帝来用这样的。那前面还可以嘛？那个《使徒信经》那时候还可以。第一次、第二次没问题。第一次、第二次没问题。到第三次出问题，就说那时候皇帝是另外一个人啊，可能经过很久。君士坦丁是313嘛。那我们要讲的是431，是431哈，都已经换了好几个皇帝啊，那就不同的皇帝，但是类似的做法，他皇帝就很怕说你们教会里面有什么重大争论，啊有重大争论，他就找来开会，表示说你们会在争吵，我在主持，对，因为他是真的他自己的一个帝国的利益，政治大利益的，我希望我境内不要有分裂，教义要一致。这个神学上的那个争论呢，就闹到皇帝那边去了啊。那皇帝就召开会议，召开会议呢，我刚说了，第一次就是等于是第三次大公会议，431再一次召开就乱成一团，然后人数多了，皇帝就认为他们赢了。所以在这里面历史记载的过程非常的复杂，非常复杂，也有政治介入。啊，也有那个主教说，我比较大的那个啊权位之争给介入了哈。那现在我们说，你看到我刚问你们那个问题，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会？你看到现在的教会是，来，好，这里哈，那个。甚至这一本是算是教科书，因为神学生大概都有读过这一本，因为这是基督论的，几乎是在台湾的神学有几乎是教科书。但是我发现他对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这个问题没有解，没有说清楚。他的解决就是同意那个亚历山大的另外一派，因为我说那一派战国书都变成结论是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亚历山大那一派的，那一派得赞成玛利亚是神的亲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人的位格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说耶稣基督是只有一个位格，那这个位格里面呢是由神性神的位格来直接成为他的整个人的位格，而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人的位格的部分呢就消失了。所以把人格模糊掉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你看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位格，当然我们承认他就最后联合起来的位格是一个，因为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但是他里面呢会有什么神的位格嘛，就是大本来就有100%的神，然后再来成为肉身，成为肉身呢，成为肉身又多了一个人的位格。但是这两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联合起来的，
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在这个你就说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受孕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分开了，啊，或者在那刹那之间呢，是道进入玛利亚的子宫里面，啊，甚至你可以说在有些医学观点就进入他的卵子里面，然后在他的卵子里面重新创造了一个人出来，就叫圣灵感孕，道也在里面，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部分呢，好，进入到玛利亚的子宫的卵子里面进去的，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就像是新的亚当一样，但是它里面又跟道怎么样，完全联合在一起。所以在那刹那之间呢，在那刹那之间，就是道跟圣灵创造了一个新的完全没有罪的亚当，新的亚当，然后那由玛利亚生出来，啊，因为玛利亚就怀孕十个月，由玛利亚把他生出来，所以生出来的时候，或者说你不要说生出来，就是在他怀孕的时候，他已经是道成了肉身，而且是道里面位格加上了他创造的一个人的位格，两个位格联合成一个位格。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应该是这样，但是因为那个错误的结论呢，它导致到目前连这个作者都不承认耶稣基督有。好，那你看到这个，你看到他这里有提出一段 ，OK 的，我们先做个其他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一直到现在都还这样。好，这个我讲，老师，画的，红血的，陈杰家，要读出来吗？来，拿走。神学家巴文克士对于这个问题曾说，二性联合乃只是主耶稣的神性和一个无位格的人性相连，绝不是和另一个有位格的人性相连，因为同时主耶稣的人性另有一个独立的位格，则主耶稣势必仅为一个凡人。那你看到，好，我现在谈这个很大问题，我问那个，没有，我问你直觉，我们也要怎么样，多思考什么，啊。但是你直接请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他是一个位格，是，对不对？那我们信的三位一体上帝啊，就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合成一体，对不对？对。那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那请问耶稣基督一个位格里面呢，一般我们都神学都承认他有两个本性，有人的本性跟神的本性，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说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位格？在这个一个耶稣基督这一位里面，他里面有没有人的位格？所以他应该有。OK， 你就他是完全。我相信你答的完全是，你不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深入了解。你纯粹就一个基督徒来关心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与我们一同有同样的血肉之体。对。然后也是完全的人，因为血肉之体之外，还要加上你的灵魂，加上你的理性。耶稣基督都有人的灵魂跟人的理性，都有。
人的意志什么都有。目前我的看法是。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你纯粹就你的直觉，因为我在问你问过很多很少的机会，答案都跟你一样，有啊，耶稣就是有人的位格啊，那当然他有道啊，道的是神的位格啊。所以它是两个位格合成一个位格，叫做耶稣基督的一个位格，但是里面有两个位格，两个位格是可以分辨，但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不能分离，知道我意思吧？但是你可以分辨，可以分别，但是不能分开。对对，可以分辨分别，但是不能分开，因为它是完全联合，我因为我要加上三个完全。这样的我的叙述才算完整。第一个完全，它完全是真神，它是神，完全的神，因为它是道。当然这个道呢，道与神同在，道跟神就，如果是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们就要得到一个结论说它是两位一体。因为这经文没有提到圣灵，至少是两位一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个意思是说，这是两个耶，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哦。他是神人二性。对，我知道，我知道。先二位一体，我还没想过。对，我说就这个经文来看的话，这个经文本身来看，因为这里面还没有提到圣灵嘛，因为他就提到道跟神嘛，道与神同在哦。圣灵是另外一位啊。对啊，另外一位啊。先不谈圣灵。另外一位，所以你不要看到其他经文。先不谈圣灵，还有其他经文。赵辉把。就把耶稣跟圣灵看作是同一个，他说耶稣圣灵是跟上帝一起的。他说耶稣复活是否变成圣灵，那是召回的说法。好 ，OK， 对。但是我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不谈圣父圣灵。对，我现在先不谈三位一体。不是谈耶稣。我现在也只是说应用三位一体的观念而已，这样了解吧。因为三位一体经过三四百年讨论之后，最后得到的结论，这个是当时所有教会都接受的。OK， 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争论。但是你如果不赞成的话，我们不把你看成是教会，那个变成是马太福音十二章46节讲得很清楚，信则皆为基督。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跟他说话。有人告诉他，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说，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伸手指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遵循我父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讲得清清楚楚。没有，对，很清楚。这个是所以我们有关在进行对玛利亚这个她的地位问题的讨论的应用的一小段经文。对，我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我刚刚说了为什么是比较当时为什么是这么大的一个争论。而这个争论呢，却引起分裂，所以分裂，所以才有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第三个教会叫别加盟，就是因为争论。他这个东西哦，就是说，就刚才这个经文上面来讲，耶稣自己都讲这个东西了，对，结果人家把他放在旁边不讲不谈的，都忘记了，或是说怎么样不弄，另外回过来认为是说生你的母亲最大，或者是怎么样，就变成这样子。对。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海马币一样的。我知道，你说的是没有错，的确是一个大的争论。但是我告诉你说，这里面所讨论的比我们现在讲的话多了几倍。然后得到一个结论，我说当时他这个会议结论什么？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啊！我现在告诉你说，你想都想不通，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一大堆的诡辩，一大堆所谓高深的诡辩的学问，一大堆。这难就难在这里。但是当然，当时 Nestorius 是看得出来，所以这一学派整个学派是反对的。嗯，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名称呢？而且当时他已经警告了 Nestorius 是，你又有时候你不了解他的话，你还以为他是异端的，因为很多教科书都是。站在加克顿的立场哦，一直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作者张立生，张立生，他写的《基督论》，到目前为止还是神学院的教科书，还是神学院的教科书。他们只强调一句：
耶稣基督一个位格，两个本性，但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里面有两个位格，他不承认，因为他只承认耶稣基督里面呢是两种本性，但是两种本性的人的本性的部分呢就被啊收纳进神的本性去，神的本性，哎，就是而且是变成非位格，然后变成印啊，就是他们学术要就是进入到神的位格，所以人的位格不见了。人的位格不见的时候，啊，然后哦，明白？人的位格不见的时候，啊，那耶稣基督生出来是什么？是一个神呢，啊？所以诺斯底说他是幻灵啊，就不承认他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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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时他们这一派是亚历山大，当然有，当然亚历山大学派有什么背后的那个阴影，背后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诺斯底的因素在里面，这有，所以你要知道他这个推论很简单，我告诉你，他就把耶稣基督的人的本性就不推论到说他有人的位格。他顶多承认是耶稣基督有人的本性，那到位格的部分呢，哎，耶稣基督的人的位格 就不见了，就进入到他的神性位格去了，所以只承认道的位格，道是神性，而不承认耶稣基督有人的位格的神性，人的位格。好，那我刚就给这个当时看这个，所以同样的，因为这个是现代的当代的神学家叫巴文克，